笑不活了。我的冤种同事竟然被原神做到了游戏里啊！就是这个岸边晒太阳的海豹，挨打不还手，打一下翻个个，再打一下挠挠肚子，然后就是一脸无辜。他这脸怎么越看越熟悉？这不是我一哥吗？长得不说是一模一样，也可以说是毫无区别。就这还经常有人问我说想看一哥的女友指数，来看吧，本人就长这样，一双水汪汪的卡德兰大眼睛，身材圆润健硕，还有这个大肚子，手感简直一级棒，爽！尤其是这个精神状态啊，想当初一哥刚来的时候，高情商的说法是低调内敛沉默寡言，低情商的说法是十个巴掌打不出个响来，倒不是因为他反应慢，只是单纯的梗，基本上是我讲十句他才缓缓抬起头，露出一副极为呆萌的表情，然后回我一句就这动作，就这神态，一点不带差的，事先竟能如此相像。我摸着海豹是一哥的肚子，陷入了沉思。哟西，顺带说一嘴，当我揭穿了一哥的本体，他竟然恼羞成怒，直接把我一级的尼特拍死了。果然再老实的人他也是有脾气的。造孽！最后给你们看一下阿元和一哥的纪念合照，只能说是真一模一样啊。